联合国邮政管理局14号宣布，为庆祝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召开，联合国将发行主题为体育促进和平的邮票。这是联合国首次为冬奥会发行邮票。联合国邮政管理局说，这次发行的邮票分别展现了冰球运动员、单板滑雪运动员、花样滑冰运动员、雪车运动员、冰壶运动员以及高山滑雪运动员形象。